就是这顾建村的村长吧？我们再找一把剑，一定知道在哪儿。我不知道什么剑，就算知道，也不会告诉你们这群杀人放火的强盗。哼，是吗？那我就杀了你！我们自己找。休想动村长！今日不留活口！ 来者何人？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，在下乃是令狐冲，华山派补精气，身则续，续则身，身则下。<笑>身体可还有所不适？
好酒，痛快，后会有期。村子漏网的家伙了吗？少主有令，一个活口也不能留。闯荡江湖，没有一件称心的武器怎么行？群饭桶，药铺呢？那家伙受了重伤，一定会去药铺治伤。我正找你呢，受死！结束了。江湖上名声显赫的嵩山派，不会要做当街杀人这种歹事吧？哼，这件事没完呢。天下事，天下人管的。
仙教在江湖中以善使毒蛊闻名，向来只收女子。在江湖中以善使毒蛊闻名，向来只收女子。我衡山派乃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五岳剑派之一，掌门人莫大先生号称潇湘夜雨，琴中藏剑，剑发琴音，衡山门下风采都是如此。刚柔并济，我派太极剑、两仪剑，皆为江湖群豪称道。蜀中唐门。武林世家，暗器飞镖，天下第一。只有死人方能说出唐门暗器的秘密。衡山乃是五岳剑派之一，衡山三定三位师太在江湖上也素有其名。正宗武学为己任，属于玄门正宗。